走进古代采石场，这是著名的古突厥文石碑，这里就是其中重镇白巴勒的遗址。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夜游哈拉和林故地，看额尔浑河，携一路沧桑故事，流向远方。进入额尔浑河中游，山逐渐多了起来，一堆堆巨石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原来，这里是一个古代采石场，据说，额尔浑河流域不少古建筑均取材于这里。他显然是想这种切开这个巨石。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石块呢，它都有一种加工过的痕迹。那我说它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呢，有的已经放弃了。这个巨石啊，也有明显的一种凿痕。我们几乎啊走几步就能发现这样的石头。那说有些专家说呀，说这个古突厥文，就额尔浑河河谷的古突厥文石碑呀，那个石碑和那个巨大的祭台呀，也是从这里这个搬走的。人们说呀，50-60年代那个时候呢，他也曾经从这儿采过石。那么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以前的这个凿痕呢，这个痕迹和新的这个痕迹有明显的区别，一看就能看得出来。这块巨石是最明显的标志了。他把这个石头啊运到这儿，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个石块呢放在这儿了。这些巨大的石头是怎么到达那么远的地方呢？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一种可信的推测，就是冬天在额尔浑河的冰面上运走的。在额尔浑河右岸，距采石场70公里处，是雀特秦碑和毗加可汗碑所在地。雀特秦和毗加可汗均为突厥可汗之子，雀特秦为次子。这是一个花岗岩四角大祭台。据说在祭台与墓碑之间有一墓葬，旁边有7个大理石石雕，都是突厥人像，其中一个很像死者雀特秦。像这样的基座呀，这个原来呢它都是立这个石雕或者石人的这么一个基座，但是现在这个石座啊石雕已经看不到了。离大祭台约40米远，立有著名的雀特秦碑。这就是著名的古突厥文石碑。那么这个石碑的名字叫故雀特秦之碑。那么这个石碑啊，最早是1889年由俄国学者亚德林采夫发现的。那么这个石碑呢，总共长有3米3，那么宽呢有1米55，厚度呢有零点四六米。那么这个石碑的正面和2个侧面呢，都刻写着古突厥文将近有10000个字符。古突厥文的内容主要是记述雀特秦的生平事迹，但开头却是以可汗的口吻写的。如开篇就写道：“我像天一样，
从天所生的突厥毗迦可汗这时登上了汗位，他们全部聆听我言，首先是我的诸弟和诸子，其次是我的族人和人民。学者们认为，这些碑铭对研究古突厥语言文学、研究当时的民族关系、研究游牧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研究突厥与唐朝等周边国家和政权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背面呢是刻写的，用汉文刻写的这个碑文。那么这个汉文的碑文呢，是由唐玄宗派唐玄宗亲自御笔所做的碑文。那么刻专门呢派工匠和将军来这个突厥之地啊，来吊唁这个阙特勤时刻写的。礼仓者天，往不复涛，天人相合，寰宇大同。君毁阙特勤，古多禄可汗之次子，今毗迦可汗之令弟也。我是用加尔成吉，大开恩信，而遥途不迁，促景而进，永言道义，究于朕心，高碑山立，垂于吾疆。内容与突厥文不相干，但反映了唐朝和突厥之间密切的政治和文化关系。原来刻写的这个碑文的旁边呢，还有后来添上去的一些个汉字。那么这里面有这种宣统三年库伦使者三多官定见听护之，也就是说这个1911年的时候啊，也就是宣统三年，有个三多库伦呢，也就是驻扎在乌兰巴托的这个使者呢，三多的人看到这个之后呢，就专门建立这个厅子把它给保护起来了。据资料记载，在阙特勤碑的东南1公里之外，就是毗迦可汗碑所在的地方。现在土耳其政府在毗迦可汗碑所在地建了个大房子，将其保护起来。阙特勤碑旁边的一些石人和石碑也都被搬到了这里。这一个角啊，这可能是刚才这个阙特勤碑的一个角，脱落的一个角。现在的土耳其人是古突厥人的后裔，所以他们对祖先的遗迹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整理。这又是一个著名的古突厥文石碑。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阙特勤石碑，这个碑的主人呢叫毗迦可汗，他们两个是亲兄弟俩。那么阙特勤死于公元732年，而他呢被毒死于734年。这两个人死的时候呢，由唐玄宗都派他的将军或者大臣呢前来吊祭。那么阙特勤碑的碑文由唐玄宗自己亲自撰写，而这个的碑文呢，在后面有汉文的碑文是由他的大臣李荣撰写的。再次渡过额尔浑河，告别了突厥时代，我们来到了回鹘时代的重镇白巴拉嘎的城墙遗址。古代回鹘汗国曾经在蒙古高原建立过若干个城镇，这里就是其中重镇白巴拉的遗址。白巴拉的突厥语的含义呢，就是富饶的城市之意。回鹘人是古突厥人的遗址，于公元744年灭后突厥汗国，建立回鹘汗国，汗庭就设在额尔浑河上游的杭爱山之北。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白巴拉嘎城云集了来自粟特和中国内地的商人，生意兴隆。城中还有很多来自于粟特和中国的佛教、摩尼教经师，他们除了传播各自的宗教外，
还把佛教和摩尼经文翻译成回鹘文。该城毁于公元840年的吉嘎斯人的入侵，至今为止，考古人员尚未对该城遗址进行挖掘。告别白巴拉嘎遗址，来到古代蒙古帝国都城哈拉和林遗址，它位于鄂尔浑河西岸乌兰巴托以西380公里处。公元1235年，窝阔台汗正式建都于此，当时正是蒙古大帝国最为辉煌的时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创立的宏伟帝业，在其三子窝阔台汗执政时期得到继续发展。根据史料记载，哈拉和林城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长约2公里，位于城西南隅的汗宫万安宫宫墙，周长3公里。城内除汗宫外，还有官邸、居民区和商业区，另外还建有12座佛寺、2座清真寺和1座基督教堂，具有浓郁的多元文化氛围。当时的哈拉和林云集了各国国王、使臣、教士、商人和工匠，是一座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际大都市之一。我站的这个石头和这个附近的这几块石头啊，据说都是当时这个万安宫里面的那个廊柱底下垫的这个基石。昔日蒙古帝国的都城和汗宫曾那般辉煌显赫，如今人们只能凭借瓦树残垣来想象它当年的容颜。根据历史记载啊，这个窝阔台汗呢建立这个宫殿的时候，它这个主殿呢主要就是用绿色彩油的这么一个瓦片作为一个房顶装饰的。要是它整个这个店面呢，像这个屋顶啊，包括这个廊柱啊，用了这种红色、绿色和黄色多种非常鲜艳的颜色来装饰的。砖块啊，还是怎么着？石碑的一块。那我们现在拿不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应该是一个石碑的一个底座。那我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石龟了。哈拉和林的遗址当中啊，这个搬去了很多石块，包括当时的非常著名的这个石碑，结果把这个石碑啊都粉碎成几块之后，就放到这个围墙的这个墙基里面去了。那么说，据说最近在99年呢，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汉文石碑。那么到现在为止，蒙古的这个学者呢，还处在保密当中，还没有解读这个汉语的石碑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什么时代这种竖起的这个石碑。1585年，卡尔卡布八代塞因汗叩见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进献2马1000匹及大量财物，并从三世达赖处获得诺门汗、亚齐瓦齐尔可汗的尊号。同年，阿巴代汗在哈拉和林废墟附近，用该城的残余建筑材料，建造了漠北第一座喇嘛寺——额尔德尼昭。这些破损的石碑、石兽，也都是从哈拉和林的遗址上迁移过来的。这个图案呢，是古代汉国时期啊，是，当时被认为是索永部文字。那么说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图案，那么上面呢有这种火炬，然后呢有太阳、有月亮，还有这个阴阳两极的这么一个图案。那么说它整个这个图案呢，跟现在蒙古国的这个国旗图案，它当时处于这个穆斯林清真寺的这个附近。这个发音呢，嗡是这个佛教六字真言的这个第一字。这个蓝岭的这个小寺庙啊，就是在蒙古地区最早的一批寺庙之一，可以说它这个年代可以推到很早很早以前，至少是推到这个古代回鹘以前的年代。
至少说这个额尔德尼昭建立之前早就存在的一个寺庙，是汉字，但是我读不了。而且跟这个。古城遗址的地摊上早已做起了古玩和民族工艺品生意。这上边有个苏禄德，下边有个马，这象征着游牧民族的一种文物了。而这边印着这个霍顿蒙文呢，就是这个维吾尔蒙文，就是我们内蒙现在用这个蒙文。这个字就写的是 Tumlik， 是应该是万物之母，或者说一切的开始啊，或者说万匹马之中的这个最快的，也许是这个马牌子专门给快马挂的这个奖牌。这两辆吉普车是超级快马赛上获得的冠军奖品。哈拉和林郊外旷野上每四年举行一次全国超级快马赛，意在纪念蒙古帝国马背争得天下。额尔德尼昭香火一直很旺，人们来这里不仅拜佛祈福，更是怀着虔诚的心情向哈拉和林故地顶礼膜拜。斯人已去，英灵尚在。额尔德尼昭就其建筑之宏丽，所藏佛教真物之丰富，和供奉佛像之众多，在蒙古全国也是不多见的。这个锣是额尔德尼昭最大的一个铜锣。那么说敲这个锣呢，主要是这个召集很多喇嘛诵经啊，或者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法会的时候用的。那么说我手里边的这个锤子啊，不是原来的锤子，原来的锤子里边往往是装的这个沙子。那么说这个锣的声音非常大，那么说敲一下它的声音呢，能够延续三分钟时间。悠扬的锣声渐渐远去，恰似丝骨幽情弥散在草原。离哈拉和林遗址不远处的山岗上，人们用这种特殊形式记载草原民族的兴衰沉浮。古代三大游牧帝国的版图被一一再现。小旗子上面的图案是蒙古人使用过的所有马印的图案，每面小旗子代表着古代蒙古高原各个部族的旗幡。额尔浑河哺育了两岸碧绿的原野，也见证了几多历史变迁。岁月蹉跎，浮华沉寂，唯有这清清河水奔流向前，不舍昼夜，携一路沧桑故事，走向他的归宿地——贝加尔湖。大型电视系列片《印象蒙古》，带您领略异域风情。